蓝色是忧郁，白色是纯洁，红色是火辣，绿色是清新，紫色是神秘。多留意身边美丽的颜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不同的色彩给了你什么样的感觉？ What's your favorite color?If you don't, I will flip it. Houston, we have a problem. Hold up, let me demonstrate it. Thinking that the nigga hotter, you're being manipulated. Play it to the core. Hide your little lady, leave a bitch around me. I am no penetrator. Dope boy fresh, coke boy checks. That's money off the D like Ron Artest. I don't really talk about it, but buddy, I get it. Don't know about you, but buddy, I did it. I'm so hot. Can't cool it down. I'm so hot. Can't cool it down.我什么期待？
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询问我们今天完场的观众，我们 MT2014 公演精不精彩？所有的舞者屌不屌？屌！菜爆小P帅不帅？帅！很好，很好。大家最讨厌的这一点就是太老实了。好，我们给小P讲。好，谢谢今天在场所有观众，谢谢。今年的公演。现在这是最后一场，然后，真的太开心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在综艺这边创造了一个街舞工作室的历史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麦克风又回到我手上。为什么小P老师会 cue 这个时钟的手表？就是因为我只要一拿到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看，现在我就一紧张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其实我蛮感动，这个是很老梗的话。可是感动以外，其实我蛮难过的。难过的，除了要跟我们这些很棒的舞者们短暂的分离以外，更难过的是，今天我姐姐跟我说，我好像老了，因为我 solo 没有以前强了。没错，但是我要跟我姐姐说，我没有老，我是让这些后代，也不是讲后代，让这些后辈可以超过我，不然我一直在前面，他们什么时候 会走到我跟小P的位置？所以啊，好，为了证明。我也不知道证明什么，为了证明大家都很棒，我希望在座所有的观众，再给我们今天152位，哦，142位，还有加你们自己所有的观众，哎，我认为我心目中我们的观众跟我们舞者有超过这个数字，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舞者都一直在成长，包括我们舞者表演的公演人数。那为什么会一直精进成长呢？当然。最重要的工程就是在座的各位，因为我们跳舞除了跳我们自己爽的以外，当然要你们看得很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天我就带领我们所有的老师，还有我们全部142位的舞者，向大家说声谢谢你们，我们明年再见。Thank you.